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源投顾王信杰。我想虽然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涨跌互跌，但是因为美股的一个盘后盘、目前是一个反弹的一个上涨的格局，加上整个昨天融资台股的融资昨天又大减了45亿，累计三天融资已经大减了120亿的情况之下，那也正如我们这几天跟投资者讲的，当指数短线三天急跌的700多点，融资大逃杀之后，短线会不会历史再度重演，随时酝酿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那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今天就在大多数电子股的跌升反弹都带动之下，好，是一个开高震荡走高，最后是上涨116点，收在16419点这附近。好，那回过来当整个今天大涨116点上来，好，或许短线还会再做个稍微做个震荡整理，我认为那个都是极短线的一个问题而已。好，重点是在于三天的融资大减121，这有没有在恐慌加速赶底？那正如我们从整个过去这一个月以来，从整个四月初到四月中，乃至于在前两三天，大盘指数在急跌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信假师我都是领先市场告诉你的。5月5号，美国联准会升息前后附近，会不会是一个短线一个利空出尽？当然，也许我在整个之前讲这些话的时候，你都市场上大部分的专家，大部分投资者你都是半信半疑。等到跌到这边，三天融资砍了120亿，短短的三天台股跌了700多点下来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从整个今天开始，应该从整个昨天的下午到整个今天开始，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是越来越多的专家们开始跟着信假师的屁股后面告诉你，美国升息前后会不会有机会短线利空出尽？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我都是领先市场告诉你。等到这几天已经时间已经接近了，台股已经大跌下来，也可能你在跟着其他专家或者受到一些网络酸民的影响，可能在昨天之前已经把手上大部分股票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在相对低档的时候，有没有发觉越来越多专家后知后觉的跟着信假师的屁股后面告诉你，美国升息前后会不会是利空出尽？好，那美国升息前后会不会是利空出尽的过程当中，所以你未来这几天如果有震荡逢回，你是该买还是该卖？我想历史永远不断在重演，但是你会发觉很多的大部分的专家还更多的投资朋友都会往往都会觉得说，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利空时空背景不一样，这一次也许会有例外。而当你每一次不管在股票指数或者股票的相对高档，或者当指数或个股在相对低档，你每次只要出现这个念头，搞不好这次是例外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准备中大奖了，你就准备在股票上犯了人所谓人性的最大的弱点，叫做过度的追高与杀低了。就如同你之前为什么涨到18000，你会那么看好？你看之前18000，多少人喊19000、20000，甚至喊到20000多点，没错吧？你看多少国内外法人在今年一月份看得多乐观，对，所以才会害你追在相对高档。可是那时候我们告诉你，股市会下来做一个震荡整理，对不对？但是你当时你如果听我的话的人，你会去追高满手电子股套牢吗？不会啊。可是为什么当时你会去追了很多电子股？因为你就是在相对高档区，你总是想追股票的时候，你总是会想尽各种理由说服你自己，搞不好这次是例外，我这次去追高，我不仅不会追在相对高档套牢，我去追的标股一定还会继续飙涨5成1倍。结果事后证明，10之8九你股票都是套在相对高档。同样道理，当股票跌到相对低档，你现在看到利空满天飞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底部都是利空淬炼出来的。对，你什么时候看到底部都是利多？高档都是利多，底部都是利空，这不是股票市场这几十年来永远不会改变的定律吗？高档都是利多，低档都是利空，股票市场永远不会改变的宿命吗？所以也因为高档都是利多而低档都是利空的时候，因为大多数的专家以及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们，甚至这些所谓的网络酸民们，因为无法克服所谓的人性的弱点，高档看到利多股票涨，受不了盘面诱惑，跳下去追，追在相对高档，低档都是利空，
受不了什么，低档的自利空，感到恐慌害怕，所以你每次就说今天我不卖股票，万一明天再跌下去该怎么办？就如同昨天一样，我昨天我不卖股票，我今天再跌下去怎么办？就像你昨天砍下去的，今天很多股票都强力反弹上来的，你不是要砍在短线或者波段的一个相对低档区吗？这叫做所谓的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为什么在昨天在节目中要告诉你，别忘了股神巴菲特至理名言，对不对？虽然股神巴菲特我也讲了他不是百分之百，信角师我也是一样，我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每一次都看对，每一次都马上 都是现买现赚，都是大赚。那些你要相信那些有专家可以让你每次现买现赚，今天买今天就涨停板，今天买最慢明天就涨停板的，每天都是标股满天飞的专家们，我坦白讲，你真的去跟这些标股的专家，这些标股的网络达人就说看，是到最后为止你是赚到标，买到标股赚到大钱，还是你每次都是在追高杀低，帮人家抬轿，帮人家在出货而已？我想这种屡试不爽，你真的是跟真的不相信的人，你真的去跟其他专家做做看。那为什么很多市场全那么多市场上的专家，要每天拿强势股跟你分享，要每天的标榜跟你讲说买最低卖最高，那就是很简单嘛，人性的弱点叫贪婪嘛，贪婪跟恐惧嘛，抓到你那种贪心，急着想在股票上赚大钱的人性的贪念嘛，你才会上当嘛。对不对？那信角师就是因为我太老实了，我太坦白跟你讲啊，我也坦白跟你讲说不可能百分之百啊，股神巴菲特都有做错看错停损的时候，何况是信角师我只是人而已啊，对不对？那回过来，虽然我们有时候会有看错做错，但是我也常常在节目中跟大家共勉励分享的就是，对不对？股神之所以巴菲特之所以被称为股神，至少人家对的几率高吧，至少人家长期下事实证明，人家过去这几十年来真的在美国股市赚到很多的钱吧，没错吧？那人家股神巴菲特可以在过去这几十年在美国股票市场赚了这么多的钱，我说我们要跟成功的人学习嘛，那怎么学？学股神巴菲特操作理念嘛，学股神巴菲特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精神嘛，对不对？低档恐惧，克服人性的弱点叫贪婪跟恐惧。对，当别人在恐惧的时候，我们要贪婪；当别人在高档贪婪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恐惧啊，对不对？那你请问各投资朋友，这两三天融资砍了120亿，台股三天跌了700多点，你觉得这三天市场是恐惧还是贪婪的？我想这个都我废话都不用多谈，大家都心里有数嘛。包括你说个股也是一样啊。联电昨天不是破底吗？昨天破底谁敢叫你买联电？最近这几天联电跌下，你看到外资天天在砍联电，你谁敢叫你买联电？但是我相信你就知道我一路走来怎么告诉你，我有没有告诉你，你在法说会前你逢低去买联电，我认为你赚钱的几率比较高。我说你在昨天4月27号联电法说会之前你去买联电，赚多赚少，我相信你赚钱的几率会比较高。有没有跟你讲这句话？那我不要说口说无凭嘛，嘴巴讲人家都会啊。说信角师供我也要供啊，你有没有付出行动？我有没有带着我家族成员付出行动？我有没有带着会员买联电？我有没有在整个信角师的不管 FB 股市群会、Telegram 或者 Lite 的粉丝团里面，粉丝团盘中讯息里面跟你公开分享联电，公开告诉我们下去买联电？那我相信其实这个你都知道嘛，联电，我想前几天竟然谈到就稍微点一下嘛，联电是不是？联电4月18号我们在46块多，那46.3这附近，46.3这附近告诉你买进。我4月18号到现在为止，我有没有天天告诉你，明知第一季财报好，你要等到昨天公布财报，今天联电跳空大涨上去再去追吗？去帮人家抬轿拉涨停板吗？你看今天多少专家叫你去追联电？我现在今天很多报章媒体，今天可能很多专家会跟你提到联电，
但是不要说昨天最低点跟你谈联电，过去联电杀到四十几块的时候，谁敢相信讲说我天天跟你分享联电？谁敢相信讲说我在过去这几天天天不管在节目当中，天天在粉丝团里面，甚至在昨天联电打到最低打到四十三块多的时候，昨天台股大跌三百多点的时候，我在昨天早盘第一通讯息告诉，在早餐的讯息里面就告诉我们的家族成员，联电短期超跌，对不对？财报公布你就知道了，绝对股价会涨上来还给你一个公道。需要等到今天涨停板再来说吗？需要等到今天涨停板再来说吗？对不对？需要等到今天涨停板再来说吗？那你如果说我说过的嘛，好，信角师，我这个人就是很坦白告诉你，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价位，你也知道都是信角师的家族，我的会员，也就是我的家族成员的穿价成交单，我们没有空气单，我们也没有所谓的火车单，对，火车鬼在的本比亚，好，我们更不是每天跟你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对不对？我都在整个，甚至我在我的粉丝团里面的盘中讯息里面跟你分享的，是都是信角师的什么？我们家族成员穿价成交单。就算我就算今天联电快涨停板，我也不会说我买昨天买到最低啊，昨买在四十六块多，今天让你说卖四十八块多来卖，你不要说卖到涨停价四十八点八，对不对？事实证明我讲的对不对？你这边买会不会赚钱嘛？对，还是等到今天联电大涨的，今天再来追。我相信今天可能很多人会叫你去追联电。当然我到底今天追联电对还是错，我们待会节目中再谈下去嘛。好，联电公布财报利多涨停板，前几天你是逢低买，还是今天看到快涨停板去帮人家追涨停？今天有没有专家叫你去追涨停？六七十块叫你去追联电，四十几块前几天不敢买。今天一大涨，还不是早盘涨到四十六块多叫你买，越接近涨停板越要叫你去追联电。那为什么很多专家今天要叫你追联电？啊，今天联电涨停板，我今天不提联电，他们怕做不到生意，收不到会员啊。今天他们不追一下联电，他们怎么有股票可以恭喜涨停板呢？可是你是要今天去追联电，去帮人家锁涨停，去帮人家拉涨停板，恭喜涨停板？还是你要逢低买赚钱？聪明的投资朋友们，你自己想清楚。好，那除了联电之外，在电子股的部分，我想我们看一下昨天的字卡哦，不要说今天早上我才放马后炮，这是4月27号的字卡。昨天大盘指数哦，不是涨三百多哦，也不是涨三十几点哦，昨天大盘指数是跌三百四十几点哦，昨天大盘跌三百四十几点。你看多少人在落井下石打落水狗，多少人说哦，你看什么电子股又破底了，哦，你看什么电子股又破底了。我昨天在节目中还特别讲，你看昨天在打落水狗的这些专家们，你看昨天在打落水狗这些所谓的网络达人或网络酸民们，啊，不是之前电子股都是他们叫你追高的吗？之前高档叫你追，低档在那边该帮你锦上添花，然后低档在那边落井下石打落水狗，你要相信这些专家的话吗？你要跟着这些专家操作吗？你要去看这些所谓的网络达人、网络酸民的一些发表的言论吗？但是我讲过的，信角师我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嘛，你可以说我特立独行也好嘛，对不对？特立独行也好嘛，对不对？我不喜欢锦上添花，但是我也不会去做，我也更不愿意去做所谓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事情。我喜欢做的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好朋友，因为我是真正站在各位亲爱的投资人你的身边的好朋友，我是真的打从心里希望你真的能够在股票上再赚到大钱的人。我希望真的是有一天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再过几年之后能够在股票上赚到钱，达到财富自由，然后早点退休，轻松过日子的人。我真的是打从心里这样告诉你。好，那当然我这个人，我口才，我坦白讲，我口才不会很好，我也不会讲一些大道理，人生大道理，我也不会跟你讲一些非常好听的话。好，我就是很坦白的告诉你。那我说我只愿意帮你，我最愿意做的事就是雪中送炭。当昨天全市场最恐慌害怕的时候，当昨天电子股倒一片的时候，
我有没有告诉你，电子股跌升随时要反弹的，你这几天你不要杀敌的。所以我不要说今天早上我才跟你放马后炮嘛，昨天在大跌谁敢跟你提电子股，今天大涨很多人恭喜大涨了、哦、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呢，今天很多电子股大涨上来的，我联电赚钱了，对，请问你赚钱的吗？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涨116点，很多电子股跌升反弹上来的，我相信大多数投资者你可能只是心里稍微松一口气而已，你还是不会开心，因为你还没有赚到钱，因为你还是远远的套在相对高档区。甚至今天反弹上来，我知道你最想知道是说，那我手上股票反弹上来啊，我到底要不要卖？对，我手上的股票反弹上来是要续报还是要该赶快卖掉啊？万一今天反弹上来，我如果这两天反弹上来不卖，会不会到时候又跌下去破底下去，然后越套越深？因为我知道过去这几个月就是很多投资者在电子股里面就这样跌深的反弹，但是每一次的反弹你总是燃起希望，总是市场给你太多的希望，所以每次的反弹你舍不得卖，结果只要反弹结束又下去破底，你就越套越深，套下现在不晓得，不有的是卡巴奇不晓得怎么办，有的是套到现在才在低档恐慌害怕想卖。所以我看到很多投资者最近来问我很多的持股，有时候都在想说，那、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问呢？对，你为什么手上套的股票不早点来问呢？有人华新科买在200多块的，那、啊、你为什么不跌到190来问我？你为什么不跌到180来问我？偏偏要跌到120、130这两天才问我？对，有人台积电买在650，你跌到600块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偏偏要跌到530块的才来问我？昨天跌到520几才来问我？联咏从600多跌下来，550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问我？500块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问我？一定要跌到现在剩下300多块才来问我？友达群创30几块刚跌下为什么不问？20几块刚跌下为什么不问？一定要跌到这两三天才问我？所以我看到最近很多投资者，股手上股票不是套1块、2块、3块、4块、5块，套了一大波一大段的时候，现在才来问的时候，我知道跌到你会怕了。但是当你跌到你会怕的时候，你手上的股票，我今天想要回答你的是你的疑问，来回答你的问题，是说，金老师，我的台积电、联咏、金豪科面板股反弹上来，我到底要不要卖？是要续报还是要卖？啊，卖是要现在就卖，还是有没有反弹到什么价位比较好的价位来卖？所以，我特别在整个今天要送给大家这份5月份的关键报告里面，特别跟你提到，就是如果你手上有台积电的，你有联咏的，你有金豪科的，你有友达群创或者彩晶面板股的投资朋友们，哦，你套牢的人，你该如何做价差？也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这一波他们反弹上来，谈到什么价位你先卖一下，哦，啊，你谈到这个价位你卖的之后下来，你要再把它买回来。高出低进做价差来降低你持股成本，你才有机会赶快解套获利，这是一种做法。第二个，你手上有台积电的，有联咏，有金豪科，有面板股的，如果未来这段时间有机会反弹到什么价位，是卖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下来再接回来，高出低进做价差降低持股成本，赶快解套获利。第二个就是上来反弹上来，来到压力区你卖的之后，换到下一波的强势股来操作，赶快的把你在过去这几个月、这4个月左右在电子股严重套牢惨赔的钱，连本带利，信息还是我帮你把它赚回来。好，那再来，航运类股今天虽然开高走低，你说很多人说啊，今天涨116点，长荣、阳明开高走低，今天收小黑，怎么都不涨，烂股票，对不对？所以我在讲啊，你股票是看一天还是两天？当然，如果你是说你是在当日冲的，你那个做极短线的人，短线的人，那另当别论了。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是做那种当日冲的或极短线操作的人，你真的不要浪费时间看我的节目的了，对你没有帮助了。你也看我的节目，你要当日冲、隔日冲，你看我节目你也赚不到钱了，因为你知道我这人又不做短，又不带你做那种极短线的，我是波段搭配短线价差操作。
但是我所谓短线价差，哦，到底会不会当天高出低进，或 当天低进高出，那是我家族成员盘中讯息的权利，哦，或者是我信角师的粉丝团的盘中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权利，哦，但是我不会跟你明讲的很多，不会每天在那边带你冲，但是我说你如果只是看一天两天的人，那，啊，到底是今天是叫航运股落吗？今天涨100多，电子股反弹，你要说电子股好，航运股落吗？可是你现在回过来想想，为什么今年到今天4月28号为止，我知道很多人今年到现在为止在股票上套得很深，或是赔得很惨，可是你回过来想想，如果你在过年前你去买113块的长荣呢，就算今天长荣开高走低跌2块收在138，你是赚钱还是赔钱，对不对？如果你是在过年前，你是在过年前买113块的长荣呢，如果你是在过年前买98块的阳明呢，阳明今天收盘有120啊，哎，你还赚20几%，哎，你真的欢迎你，你过去这两三个，从1月20几号到今天4月28号过去这三个月时间，真的欢迎你拿阳明去跟其他的电子大部分电子股比一下的，你可以容忍接受你跟其他专家买的满手电子股严重套牢惨赔，你可以容忍你接受你自己在电子股惨赔，然后信杰老师如果航运股稍微开高走低或是小跌一下，你就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这边哇哇叫吗？如此你当然在股票上长期赚不到钱了，可以容忍自己在电子股惨赔，或者跟着其他专家在电子股惨赔，但是只要航运股稍微短线稍微做个震荡，你就在那边哇哇叫，或者今天没涨你就哇哇叫，我今天没涨你就瞧不起他，对不对啊？信杰老师讲的不准，你当然今年到现在没赚钱是应该的，你当然今年到现在为止你做到股票做到赔钱是合理的，因为你没有眼见看不到未来，你只永远看到今天股票的涨与跌，你永远只看到今天指数的涨与跌而已，昨天跌300多点你有想到今天会反弹吗？昨天电子股重挫你有想到今天很多电子股反弹吗？联电跌到46块以下你有想到公布第一季财报股票今天盘中涨停板吗？你有想到联电前几天你听我的建议，你逢法说会前逢跌去买联电你赚钱的几率高吗？事后今天证明我所讲的完全都验证，更别说我们之前在这边买长荣阳明，自己回过来想一想，你到今天为止指数是虽然涨116点在16419点，今年整体而言指数还是在相对低档，那是因为大部分电子股重挫破底嘛。你在过年前你买阳明的你买长荣的你会套牢赔钱吗？你到今天为止还赚20几%，你100万现在至少120几，你500万现在至少600多万，你1000万至少现在赚200多万在口袋，更别说我们之前在三月中还让你获利出在高档，三月中有没有？三月中航运股还让你出在获利了结在相对高档，对不对？低档买高档卖，低档又建议你把它买回来，有没有？低档买高档卖，低档又叫你把航运股买回来，甚至我们不要说今年过年前到现在指数跌了将近2000点，你买电子股这一波惨赔，不管你说什么车电大家讲的多好，以后电动车满街跑，以后电动车是未来产业趋势，你相信的这些做梦的人到现在为止你车电股哪一档赚钱？你只要中间过程这段时间你车电股只要有赚，买的有赚不跑是都套牢，元宇宙梦醒了没？对不对？低轨卫星梦醒了没？ IC 设计多少人在过去这两三个月叫你买 IC 设计看坏航运内股骂航运内股，结果他看骂的航运内股，这些专家骂的航运内股，你结果事实多讽刺，你买航运内股是赚钱的，对，你买航运内股是赚钱的，多讽刺，你买航运内股赚钱的，你看好的你去跟人家去买的 IC 设计股，瑞昱联发科联咏甚至新唐，你是严重套牢惨赔的，对不对？多少专家多少网络酸民们不看好过今年到现在为止不看好航运类股，结果买航运类股是却是赚钱的人，
我们却是市场上少数赢家。大家很多网络很多人给你推荐电子股，却今年让你惨赔。所以我说股票市场啊、哦，你永远要相信一件事情呢、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十个人做股票，最后只有一个或两个人够在股票上赚钱。我讲的不是一天两天，我讲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长期下来，能够在股票上赚钱的人，永远是少数，只有少数一两个人。所以换个角度来讲，有时候你个人你在股票上的看法，为什么你说信角是你的看法经常跟其他专家都不一样啊？你明明知道十个人做股票八个要赔钱，你要跟其他八九个看法一样吗？啊，当然不要啊，对不对？你要跟少数那种十个里面少数一两个赚钱的人看法一样才会赚钱嘛，对不对？在四月初清明连假前后，会不会是航运股的黎明前的黑暗？有没有验证让你获利？你自己再来做个比较嘛。四月七号清明连假过后，四月七号长荣128.5了。你买128.5块的128.5的长荣了，不要说你买到128.5，你买130的长荣了。这个月大盘指数跌了1000多点了，你买长荣还是赚钱了。就算你买阳，对，你买长荣是赚钱，就算你买阳明买在这边，你顶多也是成本附近。但你别忘了这个月大盘指数是跌了1000多点。所以你看四月份的时候，想一想四月份送给你关键报告，我有跟你推荐好多电子股吗？有吗？我有叫你买车电吗？我有叫你追 IC 设计吗？我告诉你台积电很好吗？我还记得我跟你讲什么，我那时候在叫你买台积买联电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你现阶段买台积电，你不如买联电。为什么？你不要告诉我说台积电是先进制程比较好，以后有竞争力，以后是以后的事嘛？问题是今年是什么？今年是升息循环嘛？你知道今年是升息年吗？升息年里面大家看的是什么？谁的股息殖利率比较高嘛？谁的本益比比较低嘛？没错吧？所以你为什么会发觉这一波跌最重的、跌越重的，都是之前市场上大家最看好的那些，不管是车电股或那些高价的电子股，本益比越高的、股息殖利率越低的电子股，这一波跌越惨。你说，包含在晶圆代工也是一样啊，是联电跌的惨还是台积电跌的惨？那你说，如果低本益比、高股息殖利率，今年获利又要比去年好的，那不是非航运股莫属吗？对，低本益比、高股息殖利率，今年获利又一定会比去年大好的，那不是非航运股莫属吗？好，所以我很多话你会发觉讲在前面。好，那我讲了这么多，时间还是很有限。好，很简单，我这些都讲的。如果你有手上这些股票的套牢，该如何做价差？你可以登记信小师送给你五月份的关键报告。所以回过来，这个五月份的关键报告的主要内容，对不对？五月五号联准会升息前后会不会利空出尽，做较大幅度的弹升？如果会的话，哎，我之前跟你讲你半信半疑，可是今天可能很多的专家跟你提到了，也跟着信小师的屁股后面告诉你，联准会升息，短期利空出尽哦，你开始慢慢相信哦。那重点来了 啊！如果五月五号下礼拜联准会升息利空出尽，啊会谈到哪？不要老是在低档看空砍在阿呆股啊！不要老是在低档看空砍在阿呆股啊！然后每次反弹到上去又追在相对高档，你这样做股票怎么会赚钱？对不对？就好像之前也是一样啊，对不对？3月16上次美国升息，你看。升息前你 砍股票的跌下来砍股票砍在地板，之后反弹上去17000多点，多少人在这边叫你追股票？你现在回看看又追在相对高档，特别是这边宣布升息之后反弹上来，电子股反弹上来，多少人在这边追电子啊？王老师，我们跟你讲，电子股反弹你要卖，航运股拉回你要找买点，卖电子拉回买，逢高卖电子，拉回买航运，逢高卖电子，拉回买航运，你这个月是赚钱还是亏钱？对，这个月你逢高卖电子，拉回买航运，你是赚钱还是亏钱？那我这个月电子股也不做，我都不做，我没有说我完全都排斥电子股，我完全就是对电子股有意见啊。
我这个月叫你买的联电还是赚钱啊，三趟三进三出都赚钱啊，你也都知道啊。好，我想废话很有限，我就不多谈了啦。好，航运股第二季到第三季的操作建议，第一季财报好，五月美国现在换约，而且调涨居啊，逢低买是逢高卖。然后你手上航运类股的投资朋友们，我会跟你讲，不管你是最低档买的赚钱，或是之前套在高档的，这份关键报告你一定要有，特别你手上有航运股的人，因为你知道我对航运股全市场唯一可以过去这半年多来到今天为止做航运股做到百分之百胜率的，只有新角是我做得到哦。我今年什么时候会带会员全部获利出去航运股？你有航运股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消息，你不要到时候真正在高档利多满天飞的时候，我获利了结航运股的时候，你却傻傻又追在相对高档，就如同在今年中，今上个月三月中的时候一样，你在高档涨上来，你在大家在高档看好航运类股的时候，你每每看到我都是出在相对高档，而都是买在波段的相对低档。另外，如果你手上有这几档电子股的人，好，刚才也讲，你有手上有这些电子股的人，会反弹到哪？高出如何高出低进做价差？欢迎来登记索取这份关键报告。那如果其他的电子股，你说老师我还有其他电子股怎么办？好，如果在这份关键报告没有提到的，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或私密我。那针对这份关键报告很简单，你可以直接利用手机拿出来 QR Code 登记来索取，或者直接透过我们咨询专线打电话进来索取这份关键报告。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